今天，还没有讲中观根本慧论之前，给各位说几句话啊。我们最近共同学习的中观根本慧论当中，还有。星期六的时候呢，有一堂课，然后完了以后呢，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话，我想，我翻译的一个法王的道歌吧，就欢乐之歌，还有呢，如众人的传承，准备给大家念一遍，可能中宫。四五堂课吧，等具体怎么样，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呢，我讲欢乐歌，然后，没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念传承，因为最近我们学院开慈悲法会期间，就，整个这个申辩月的时间呢，就我们利用起来，多学一些中观的法门吧，就是念传承，这是给大家先大概说一下。这是一个事情。接下来过后呢，我今天，在这个课前呢，可能，要讲一下几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参加的人呢也比较多一点，有些历年呢，可能趁这个机会也给大家说一下，就大家都明白。有些事情是你们以前听过的，有些事情是以前没有听过的。但不管怎么样呢，以前听过的就加深印象，以前没有听过的呢，就让你认识到我们有些想法啊，就这么一个。那么这样的话，首先呢，我说一下就是发心两个字啊，就是发心。这个发心呢，我们学员当中的人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的这些学会的人呢。大家，一方面闻思修心就是非常重要，但同时呢，为弘法利生方面，大家应该承担一些责任，不要每个人都是我只有学习，其他的所有的事情让这个其他的发心人员来给我，当服务啊，就这种想法并不是很合理的。其实，不管是你发心观念也好，发心给别人辅导也好，发心给提供道场也好，发心给运资料啊，就是包括统计啊，等等，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的话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如今有这么好的一些机缘的话，其实来自于大多数的这个发心人员啊，这个团队精神的这个威力。而得来的，所以这是，非常的不容易。因此呢，我也在这里祈祷大家，就是祈劝，全请大家以后在，这个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不要，每个人都是就是自己激进的休息，不愿意借助人，不愿意借助事，不愿意什么事情都不承担。只要我是享受者，不是付出者，这样不是很好。我们既要有付出，也要有享受。报道就是上师三宝的恩德的话呢，其实有很多方面。我也在这里也特别感谢以前给我们就是提供各方面的，包括一些道场也好、人力、财力各方面的这个弘法利生上面创造这个非常好的一些条件的这些人啊，就这是我说的就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别怕啊，就是不要怕大家，有些人好像可能。家人啊，同事啊，很多这个身边的这些人的一些谣言啊，就是各方面就是比较害怕，就是所以不敢学习。有些人呢，就是怕一些商机，就是什么这个政府部门啊，或者说是一些商机的领导啊，或者说是父母啊，有些这个家人呢、啊，就是家人的话呢，就是有些是自己的权利比较跟家人相比的话呢，就是有些官家在上面，就是这样的人的这种心态的话呢，始终是处于一种恐惧当中，就是这也是修行人的一个大障碍的。以前上师如意宝
不管是他老人家自己的这种线上的文思修行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个承办和弘法利生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违愿，就是出现过很多很多的现象上是违愿的，但实际上每一个违愿都转为盗用的。因此呢，在这个作为修行人来讲呢，也许可能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就是别人不理解啊，或者说是甚至这个你的道程啊，你个人的一些身体啊，当各方面就是会出现一些违愿和障碍，但是你不怕，你非常勇敢的面对的话呢，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会成功的。所以我们事先有一些承诺，这个承诺不能太容易呢。一旦有承诺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一定要就是坚持到底。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有时候呢，在修行个人也好，集体也好，也许可能有稍稍的一些违缘，但是这些呢，作为修行人来讲，不算什么违缘。因此呢，就是我希望各个地方的道友们的话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许可能有外缘呐、内缘呐，就是这种种的一些碰壁。但是这个呢，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这种生活当中也是难免的啊。就是甚至这个上级的最高层的人和这个一般的这个我们普通的人以上呢，都会有。甚至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的传记里面看的话呢，并不是是他们就是一路走来都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呢，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就是特别的这种害怕啊，就是始终都是有一种恐惧感，就是这不是很好的。这样的话呢，你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啊，就是错过了很多的这个机会，就是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讲精进啊，就是我们修行当中大家要精进，不要一直这个拖，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拖到什么时候，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我前两天也讲了，现在我们就是提倡，这个经常这个人们都经常说的拖延症，这是不管是修行上、生活上，就是都是特别大的障碍。尤其是我们现在呢，新的一年已经这个开始了啊，就各个地方的话呢，希望就是大家应该把这个学习呢，就是要恢复起来，不要跟这个什么都没有这个学习的这些人呢同流合污。这样的话呢，你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人生推向到非常迷茫的境地，特别可惜。因此呢，各个地方啊，就是围绕这个佛法的话呢，应该要精进。就我本人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事情，有时候身体不好，各种情况有，但是呢，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人生当中不精进的话呢，很多事情都是承办不了的。天天都是浑浑噩噩当中的话呢，也许过得比较快乐，但是这个是并不是人生的有意义的。所以哪怕是抽一堂课也好，什么这个事件的话呢，尽量的把它记出来，用在这个文思修行和弘法利生上面啊。就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终身学习，我们佛教徒最喜欢。很多人跟我说是啊，我也终身学习，但终身学习说是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学习。就是从那天我在那个什么那个贵州开始就是提倡，然后后来就很多人说啊，我也终身学习，我也报名，我也终身。但这么长时间的话，那好几个月都是就不要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就是每天。都是就是一些特别散乱当中啊，这样不好。就是希望大家应该很认真的这个学习啊，就这是我讲的第三点。第四点呢，尊重啊，就是尊重的话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傲慢，就是有一些傲气、骄傲，就是这样的。所以对别人的尊重很重要的啊，就是对别人的这个人格也好、权利也好、习惯也好、人的这种各方面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生存环境，尽量的尊重别人的情况下呢，就是要这个服务别人。我本人的话呢，有时候确实这个身体很累啊，没办法的。但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人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诉求的时候，尽量的就是去满足啊。我们这里的有些堪布呢，就是听说比较傲慢了、啊，就是有个别的，大多数90%应该是很好的，但有个别的话呢，别人有什么的话呢，就是也特别傲慢。还有我们的有些各个地方的管理人员和组长呢，好像自己都变成了这个国家总统一样的，就是然后什么都不吭声。别人面前不管是他的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态度也好，很多方面都是比较恶劣的，就是这样不是很好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有烦恼、有喜气、有痛苦，但是呢，在别人面前尽可能的
就原来你有这个一百斤的傲慢的话，那你能不能就是就减两三斤呢，或者是七斤七两啊，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明这个学习有进步的。就所以我呢就是也是各个部门的也好，各个发心工程当中的也好，有些发誓也好，就是大家呢应该就是好好的扪心自问，其实我们人很多的这种不好的这个习气，就是尤其是有些出家人的话呢，以前在家的一些习气呢，就是还有些居士的话呢，以前没有学佛的有些习气的话呢还比较这个严重，所以呢在任何时候呢就是对别人的这种尊重尊敬就这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我觉得是，有时候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跟修心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根本不像一个大乘佛教徒，就是这一点也要就关注一下。那么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要讲到这个供养就是供养。开发会的时候，每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网上经常发现，就是什么这个跟学院这个供什么完胜债啊、千胜债啊，就是十万胜债啊等等等，就很多的供债的这些这个消息就是学院的就是各个这个僧众的一些大的这个场面，就是拍下来过后呢，就是网上经常这个发布。这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些是真正想供养僧众的，有些是完全是假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成分。所以呢，我们这个希望的话呢，就是以后不要在这个网络上，就是不管是跟这个学院也好，其他地方的话呢，不要大量的这个宣传转发就这样以后呢，有些是确实以前也是发现过就根本没有这个人，就是包括这个电话号码也好，联系人也好最后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一种骗局，就是所以现在有些非佛教徒，有些骗子的话呢，就是经常是以佛教的名义来就经常在这里放生经常在这里供债这些供养就是等等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学院的一些四大法会的话呢，如果有一些供债就这些是专门有提供这个我们这个年金这个佛事功德会的这个网上也是有公开的。就是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我们一般是找到一些，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慈密法会的时候有找到了几个，就到处都在发，凡是我得到一个这种这个网上的这种消息的话，我直接发到我们这边的官家组这边的，然后官家呢就是亲自去找那些上师居士就亲自就是他们也是通过他们的一种方式来处理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呢，以后不管是你的上师也好，你本人也好，各方面呢，就是学院可能就经常呢就塑造这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敢就是说是都是正确的，也不敢说是都不是正确的，但是呢就应该就是自己就是供养僧众也好，供养某个上师的话呢，通过这个网络来宣传是有危险性的，就是希望大家应该擦亮自己的眼睛，就是要看清楚，否则的话呢，每次开发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现象就是这是关于供养方面的话呢，就是以后开发会也好，包括这次发会也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信息，凡是很多人就是发过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管这些，但是我们会学院的这个管家组这边就是转发给他们，就是转发给他们以后呢，他们怎么处理呢，就是他们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我听说有些居士的话呢，就是有些是好心的，但是呢后来就是也被很多管家就是问的话呢，就弄得这样那样的了，有些是确实也有可能有些各种各样的人吧，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我都不说了，就是所以大家也要应该谨慎。最后一个呢，就是传承就是我今天呢也是这个传承。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说，为什么念传承呢？念传承要花很长时间呢，我都喜欢听课，就是我自己买一本书看了就对了，就是为什么要听个传承听传承有什么用？我始终是不理解的，就这样的道理。当时呢我没有这个解释，我想这个问题呢可能也许很多人也有，就是我应该稍微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这个传承呢很重要就是传承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中观根本会呢自己买一本书就是看的话呢也可以，就是这个完全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听传承呢？其实听传承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佛教里面，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整个这个佛陀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后来就是一代一代的就一脉相传的，就是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然后我前两天说的是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就是自己要传给别人的话，那就是最好是有这个传承，就是有了传承以后的话呢，他的价值啊，他的智慧啊，他的这种能量的话呢，就是自然而然得到，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其实这个传承呢，它是一种声音，大家都知道。它这种声音呢，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传根本会了，我们这里有100个人，那么100个人呢，就是把这个声音都已经听到了，声音都已经听到的话呢，那么这100个人当中的某个人呢，就是又传到这个下一代，又传到下一代，就是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上师也好。高僧大德也好，成就者也好，他最开始的这种声音呢，一直这个传导这个我们之间的，那么这样的这种力量跟这个光是我们就是看一本书的话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你们也可以想一想，比如说这个摩诃仁波切的他的中观庄严论释的话呢，他当时造完了以后呢，就是给大家就是传完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种声音呢，就是一直这个传导我们这个耳边，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一种这个声音的这种力量。或者是一种价值，或者是一种物质呢，就是它可以呢，就是直接传到我们。那这样以后，我们都就是获得的这个价值和觉悟呢，就完全的是不相同。可惜的呢，我们现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些这个大德的这种作品的话呢，就是完全的失传了，就是没有传承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编辑很多的这个藏地的一些佛藏大师，藏地的一些大德，但是有些呢，就是他的这个弟子就是没有能力就是传下去了。所以呢，原来是有传承的，后来呢就是一直失传了。失传之后的话，不管是观定也好，里面的讲解也好，这些的话呢，这是我们自己学一学而已。但是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比如说我们自己这个开车跟有师父带着你就完全是不同的。有一种智慧，当然这种智慧的话呢，我们现在的一些处理啊，包括我们现在直播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传承呢，就是完全是听得到的。但是我们这个音频就包括光盘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不敢说是完全得到的，但也不敢说是得不到的。就是我以前也是这个分析过，比如说我今天就这样的课呢，就是这个声音就从这个麦克风当中呢，就是它变成另一种这个数字，就是然后呢，就是它释放出来以后，其实你们很多人的耳边听到的呢，并不是我原来的这个声音，就是它通过一种处理之后呢，就是释放重现，就是最后你得到的。那我们这个录音也好，光盘也好，就是这个的话呢，实际上是原来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它就把它记录以后的话呢，就是进行处理以后的话，就是它保存在这个某一个载体上面，然后呢，就是慢慢就是后来呢，就是开始释放的时候呢，原来的这个声音啊，按照五力学的教导的话呢，就是其实原来的这个声音的话呢，一模一样的一直保存着，就是最后你听到的时候呢，就是原来的这种声音呢也是可以听到的。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就如果我听到完全是算传承的话呢，以后我们的这个传承呢不严谨，就是所以我们呢一般来讲给别人要传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当面，就是或者是现场就是得到的传承是很好的。因此我们也希望呢，就是以后对这个传承呢大家也应该重视。也许你听传承的时候呢，就是里面的内容都是听不懂就是什么意思的，但是这种声音呢一直到这个你的这种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是从龙梦菩萨到就是一直到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声音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像印度人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他认为是声音是永恒的，就是他可以一直传下去的。比如说就原来的这个龙梦菩萨的一些声音一直历代的传承，就是传到这个某个上师，然后这个上师呢就是传到你的耳边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你的一种这个能量，就然后你到晚年的时候呢，你传给别人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声音的这种相续，它那个声波的话呢，就是一直是就没有这个变成过，就变成另一种方式来转化成一种声音呢，一直传下去。就是当然这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包括这个加持啊、观地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呢，就是是相似的。就是我们不是专业的话呢，可能有些人就是有一些怀疑啊，就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传承啊，就是包括我们
本身的话呢，就是也是经常为了对一个传承呢，就是翻山越岭，就是然后，就我以前讲过吧，就是我跟那个一个堪布，我们两个就是为了听一个功德藏的传承，就是好像1年的来回，就是跑到这个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就是到那边去听2、3个小时的传承，然后听完了以后，我们也每天都忙，就是一个月去两次，就是这样的，一直这个360天，好像这个接近2个月。接近2年吧，就是一直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对传承呢，就是要很重视的。当然，你们这个对佛教的一些教理不是特别的明白的时候呢，有一些怀疑，就是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就是那么我们呢，以后也应该就是多了解一下这个传承的重要性啊。就是那么下面呢，我就不多说，就是下面开始念传承啊。现在。嗯，他们那么一比赛，他把钱不买些送，过来同他，过来同嘛他们没得了，我们什么没得，刚来同们他们的不是得了，为那旮旯有的，得是得了，我是当，咱几人把门头多，该得几，第二俺今儿把，该是什么也难的，第二该是没把当，马是把人接不人接了，该得接吧。心急了，那个些我也难呢，姐妹别干些呢，姐妹把那接的人接了，姐当那干些当，反正容我妈应的，姐先把那钱接了人，你跟姐妹讲的接了，更了，我是喊几个人把这当没值得，姐得到干些当，即使那能做不着些。苦了万把这个工资，他又把又他妈硬把这麻子接，就当这个你当呢，参你当呢，参些你的，做了能做了不你当，都有刚到这样中，我那么他们这你来呢，我今他那又他妈硬呢，我当性命他到这些，热度些吧，就把我看就等我那个。看起来我那个些，前几些的，你给些，你们班里中国人多多，电脑小人没用我，看的那个些的人哪，电视电的，中文接了，刚就蓬勃得到啦，电的蓬勃，得到中，看的得了，咱这个当，看的得了，那些哪的，我那前几些接了像，现在给那第一些人接了，看的刚子，打给呢，等会儿现在刚打给，等会儿些别刚子呢，等会儿马到刚这个人。该对刚子个人类呢，对我们中那人是给，对我们写的，刚性的，对我们马图就得了容。该对刚子个人，对我们中那跟个对写呢，人了对于刚子个人呢，对我们马图刚是个人呢，都可写不了马字吧？对我们人就搞了写，人就对我们刚是，把对呢对有东西，就是对这个对我们东西，我们那天津呢对马写，该对人懂马写。那等会儿先去，橄榄节了，该得的的去节了。那等会儿你给西北人节了，到干嘛去？先嘛去，等会儿你们橄榄节了，等会儿把去，南把去，要把嘛。有嘛人不嘛自己，是龙不讲的，那样那不是不有嘛人呢？得个西巴当先几西巴，得把几西巴，都西巴叫你把我，叫我们得几九个刚就不累，是吧？在那东西松巴当，都是他们这路一群的，在那得到怎么办？咦，该得路就刚人吧，在那得那几个路，叫我们得几得松巴，同你用说他们人呢？我不那么我们得，现在这边那些说我不我人没门呢？刚说我那么懂吧？你大概对我也没那，咱等今儿吧，看，应该该对我不也有那，咱等今儿吧，今儿得了中，对你来那咱今儿没得，咱你来要丢的嘛？你那刚说中你没该对，刚说给吧，没该我该对，对你咱今儿那，我嘛你那用就我们两人，刚是你那就用我不用今儿吧？该对懂么那种子的有的，懂吧种子的有不人今儿，懂吧种子的有。有不人接了，没东种子有么呢？东北有不橄榄接了，没东有不，没东种子有么呢？东北有不橄榄接了，那么就东北人大概你不能种就送，没东种子有么呢？关心品当中讲啊，就是说，没有一个不空的，
没有一个不空的话，那就是空也怎么会有？没有的啊。中观的一些观察方法呢，它是一种，就特殊的一种推理，应该，我们现在知道是这个万事万物当中是没有一个不空的。如果没有不空的话，那就是空也不存在的。在座的很多人认为真无空性的话，好像全部空空如也了，就是这个就是真正的觉悟。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万法的真相也并不是是有，也并不是是无。所以在这里讲，这个佛陀就是所说的这种这个空性呢、啊，空性间的话呢，他能这个牵出一切的见啊。刚到东巴尼达瓦，得到这都没办法送。如果我们就执着为是一个单空的话，那就是那这个很难这个就是对峙的啊。就是有些你们修空性的时候呢，就是啊心都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认为空才是正确的话呢，这不叫真正的觉悟啊。就这个是个你们看这个第十三品的观心品的最后一个颂子有没有？你们怎么讲的？这个中观根本回论的作者呢，就是龙猛菩萨啊，就是龙树菩萨是，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呢，就是看相的人说是他只有七天的寿命，然后呢，就有一个相士呢，就是说如果供养婆罗门的话，那就是他可以活七个月。供养比丘的话呢，一百个比丘的话呢，就是活这个七年了。后来他们父母就是供那个，比丘啊，就是活了七年以后的话呢，他们就觉得是，那么孩子就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不愿意看到他死，让他流浪，就是然后漂泊于四方。这个时候呢，就是他遇到一个，也是一个婆罗门吧。就是说是如果你出家的话，那就是就可以延长寿命。然后他出家之后呢，就他自己修这个本尊，就是最后见到这个文殊菩萨，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具真无空性。当然这是一种现象，就是按照佛陀的这个佛经里面，就是有好多，包括楞伽经呐、大故经呐、法故经呐，好多经里面呢，就是受记，就是佛陀这个。就将来的这个佛法呢，就是由龙猛菩萨来这个弘扬。那么后来就是文殊菩萨摄受之后的话，他就先这个弘扬这个律这个戒律方面的法啊，就是当时佛教的很多细微呢，就是出现一些染污的时候呢，他就第一个大法音呢，就是弘扬这个戒律的。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就是讲般若空性，就是我们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六识真理论呢、七识空性论呢，还有这个就其他的就是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慧真论呢，当中观六论为主的，就是大般若的这个法呢，就进行，包括大智度论呢、啊，就是大智度论是我们这个藏文当中是没有的，韩文当中是有的。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龙猛菩萨到这个都牧的这个受记啊，就然后到了这个印度南方的现在密集塔那边。其实在印度不管是菩提迦耶也好，就是印度南方的密集塔那里的话呢，龙猛菩萨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就是贡献第一个是为了保护这个外道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损害，就是所以佛的这个佛塔就是遗迹的话呢，都做了一些大的这个一些危难啊，就我们这个保护的一些建筑。还有呢，就是把密法的一些这个法，就龙猛菩萨是他密僧当中是八大慈名之一啊，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密法的这个大圆满和还有其他这个密宗的教言的话呢，就是传承于。还有我们第三转法论的，就造了这个转法界论。就然后呢，就是着重弘扬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法。所以说我们这个当然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就是可能应该是明白的，就是不过你们有些可能以前不太明白的人啊，就是这些人的话也许可能觉得呢就是这个龙猛菩萨跟我们这个红楼梦的作者差不多吧，就是对吧，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可能觉得是哇，这个可能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更厉害的，就是有些可能这样认为的，但见仁见智吧，你这样认为也可以，我也不否定你，对吧。
但是他不总不得的，跟你讲，他们这那盘子的，他们这边有马一样呢，得人多吃吃巴掌，吃不消牛毛吧？他们那接着坚持接，他们那把生命的接，这样的这样的，他接着呢，更是他些拉索吧，现在有把马一样的，得生产不了门街肉，他些拉松马几个了，现在没把马子接，刚到了几个，这半年的门头都。现了，等你现了，现不了，现门接了，跟了等的工人吧，等的得了现么，他的该得现了，现了，该得现了，现了，第次现没的现了，第次现没把现接了，现没把那现接了，把有门第，学那没的，现了有马云，马云吧有门的，你有把马云那现了。对你的有马也能对你带动吃饭没得，现当现样嘛，现当现样吃门接人，吃不进八栋，吃八栋，吃八包样有马人，吃八都把这些话对，然后都些把继续把我，让人接到进来呢，中午这个把马人咯，接到进来中午一，让人去把简单接了，让人去把简单些了，接到那佣人接了，让人到那居民当，现在都把。有名堂，然后就有把马人呢，现金我不干了，有现金我不，然后就那现金我不允许就，方瑞吧，当时讲中观，中冷的时候呢，我们都比较年轻啊，就是当时，昨天有一个视频，那个好像以前我们在辩论当中呢，然后我说怎么样，就是然后。有一个人给我说，好像当时你们看博们的营养都不够，就是，我说你说的对，就是当时学院应该可能90年代的时候确实生活不太好，就是他说这个视频里面看到你们的这个看博们的营养都不是很好，因为当时我们是应该是比较酷性的。就是应该修行方面，文思修行应该很好的。对，但现在营养够就文思修行不好。所以我就因为当时中观根本回来了，很多这些次呢，就是好多次就是一方面背诵，一方面辩论，一方面就是自己在思考啊，就是所以有时候。就是念这个传承的时候，也就经常就是浮现出一些营养不够的场面。现金我不干了，有的现金我不有人生呢，现金我不有那些人生当呢，现我把马多我不干了，有的人生当中我不得，有的我不这边接了，该的我不嘛这呢，我们这边门接入，这不是门接入，我不想等接上那我们赢不了接我嘛，刚到人生像我等我们这年纪大了，对这个身体单薄了，对你同行埋怨了，就等我等我们等，听不干的也那样，等过来呢又把等，没把你搞根本子啊，就等我等我们等，听不干的也那样，等过来呢又把等，没把你搞根本子，夫浪灭有无，什么羽化干斩也是吧？羽化干斩也，金种素素什么？原来有个叫做那个里面应该有，还有什么利有一利物，就是意思是佛陀给那个嘎达耶呢，就是迦达耶呢给他讲，就是有和无全部都是愿力的。就是他的教言当中是愿力的，所以这里面呢主要讲声闻真悟空性没有的道理啊，就是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佛陀跟那个四大弟子里面的嘎达耶那尊者已经亲自讲过，就是有的法没有的法全部都是，中等无等无明等，听不嘎达耶那了，他们那里有把等，没把你个啊个不能咋得，懂了没有？没不懂也没办法。就是那个应该是第15品当中啊，就是佛陀跟那个孝乘，就是迦达耶那罗汉尊者为主的这些都讲了，就是缘理有缘理无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按照孝乘的观点的话，那就是并不是单空是他们的究竟的观点，有和无全部都是孝乘也不承认，就是当时佛陀亲自跟那个孝乘阿罗汉迦达耶那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在究竟的意义上面呢，就是声闻缘觉也是会证悟这个空性的，但证悟空性的话呢，那就是跟大
乘的这个性质有一定的差别。格德让人机要那点那没把你们就是没你那那门就弱，让人现在就弱，那那样他不能就是马云，让人要把马云拿，现在现在玩更一个更个样了，让人要把马云拿，现在就是就是容有几下打不上阵，那几下吃不了打，对不起，有当没把了，没把那不是没下我，刚几个让人机要把点那没把你们多个，我想我当打，我想打打没几把点那吃不了打。Yeri, Tibjan Toba Jivsha, Ranjan Toba Jivsha, Rapt Sheba Tip Churing Abo. Yala woman, Chu Shu, the Shah, Chu Chungwan, Chu Yimin, Nigs Tubi, Zizong, Samajan, Jur Tubi, Huan Shishin. That sends out, I think, and the winds the Ren Natur may mail Jan. Nigs a woman, Pugas, Jig, Fisho, Tin, Tin Chungwan, or Tin Yimin, Tin Jisha, Jur, Wubu Dalun, Wejo, the Hyatzig.听一些密宗的话，的确是有非常的这种，非常珍，就很珍惜，觉得是特别特别。当然，这个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大家也可能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就人也不太多。那个时候，格丁德西的五部，格丁德西的库尔金那的，的德德那门库尔的，门德那样库尔门杰尔，甚至那样。人们从各地工作，过日子呢，蓬勃经济，艰难了的，那么那边人在呢，没把钢筋过人接了，你有人呢，你有人呢，你人把人过那这把，过那这把没把人接了，这没有人没得那钢筋过，钢筋个，对钢筋过人接了，都是，娘大那，这大娃样蛮他多，甚至娘大，娃样这大娃样他们接了，经济促进，都是的。门窗主任门接着的，我们认得身边的羊。门窗主任门接着，该的牛儿连枪呢，牛儿连军枪嘛，接着牛儿连门枪的，牛儿连门枪的，那个钢筋枪的人接着，该的江西红高楼南墙啊，有南墙的人接着，这样对的。没有送到嘛，送工兵，但呢，这一个江到门主任的，马江外啊，主任们接着江啊，主任军迎接呢，江到主任第几个接？当着人的娘的，娘的个，牛肉节，爹的了刚当真的意，你认真把钱包一，刚拉娘，爹给没得，苦了三万个月们吧，爹让苦了几几个月的，娘的吧，让几几个大个，讲话当他了大把一些个，爹了都是把，几几个把我，当你老不懂吧，当现在很多，先生们讲，爹就爹呢，爹现在只有大个三万的，张。Chuk gali nam la, simba dan na sambarak son, li di dhaka shib chag na, namba tamar yungsa chag, di li kanyang simji ba, son ba di na di ndo da, samba yi na kang son ba, di na li dang ngak yi na kang tuk chudang ma fong wa, nam riga shid man na jib shiar kang, rpong war nam riga shid man ba, jan tak di na di vjin do ra long shid.龙须岭的松林当，松林马云那村儿就那门那，新巴当那秋的，在那里什么不人多吧？也那，各地人民币的，接着现在这里多不人接着，各地各南各不人接着，这种这边接不人接着，你个老说金刚那三万岭那么不人中，这里这三万那没那地方中嘛接着，跟个三万雷金当金岭这边中了，接三万这边工作啊，这些都是慢慢也那，甚至现在刚也吧。Same lem jor, Geranda, Tilem Jiva, Simta, Jiga, Mena Tim, Joman, Gera, Kanshir, Simlakin, Argendana, Jelem Jim, Jon, and Jerazan, Lenem Jivish Mundro, Tishir, Chemer, Taba, Mana, Carboliki, Lamche, Bo, Chujuba, Tavian, and Chujim Jivan, Dozen, and Dobayon, Donangago, Cartif, Taba, Tingerna, Nibachimbo, Mambur, and Ger, Cartif, Taba, Tingerna, Nibachimbo, Mambur, and Ger, Cartif, Taba, Tingerna, Nibachimbo, Mambur, and Ger.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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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今儿当年头，咱们就刚从北到北，刚去跟那人谈谈，把电脑都接不住下，今儿头，房价得真的穷，么得真穷，么咋弄？不弄那吃，么咋不弄那真的？电脑看不嘞？南北热的，南是龙马在那碰啊，马云在碰拱北，碰啊你讲那，但是这么咋一来劲，这个接不着，今儿，该得碰来碰啊，当连不住啊，眼睛今儿那，得连几个说白也，就那是。타르바란 제르 감송레나 잠송 장 잠은 송바담지 지데님 잠지 지여제 지보코나 제르란 제름 통출라나니 보근레리다 리지데 타드다 파르나 긴제르 장 나브르만 장네 바이 데님 제음 포와다 쇼 겐난 거브란 제르 데이르나 예예 데데나 자메다 자바 Zabar Jiba Shibra Shir, Tung Banyi Tung Tsame Bang, Kura Tung Tukba, Mena Lir Nam Chut, Zavi Chu, Sangji Jin of Tamba, Yen, Kang Shir, Lin, Chiva, Medan, Dr. Ramjan, Meti Shir, Tung Shir, Tiny, the Martiba, Tiv Shir Chutma, Zavaran, Yer, Karti Lady Ram, Karti Lila Ramjan, Yoda, Tabaran, Yerva, Tetsum, Meda, Lin, Shiba Ma, Yen, Yer, Tabba Layam Shemit, Shir, Chirti Lin, Marshina, Marshina, 지바당 리듬 진의 찐던 길 리듬 진의 찐던 길 손음 총의 촌들라 태좀 잔지 잔지 같이 태좀 잔지 납치반대 영수로 쉿 보후 위치와 또 부산 이후 什么 孙女孙友，耶郎会三友，是吧？ 斯巴伦里面有一句话叫“福报浅薄的人呢，对空性就是不会产生怀疑”。嗯，他觉得是不是空性？应该是空性，应该是空性吧？是这样的，一般没有福报的人呢，对空性方面一点这种合理的怀疑都不会产生。如果对他产生一个合理的怀疑的话呢？ 这个三界轮回呢，就是很容易摧毁的。于承伦是在斯拜伦的讲义里面就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以前有一个商人在罗刹州啊，就是迷路了。回来的话呢，就是有人说不要去南方，他就觉得有点怀疑，觉得去南方的话也许可能是有解脱的机会。然后到了南方以后呢，观音菩萨的画像有一个。 就骏马就是叫做是马哈巴拉，然后他就骑着那匹马上就是孙女的到达蓝湛部洲，所以刚才他如果没有产生怀疑的话呢，他就根本不会有解脱的这种离开罗刹州的这种机会。就叶真伦是就当时这样讲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整天的是密于一些实有的法。 就是根本没有，就是对空性方面。如果我们对空性法，就像中观里面所讲的，万法是应该是空性吧？不是不空性吧？我从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不空的。就这个时候呢，你就有希望这个解脱的啊，有希望解脱的，就产生一个坏意的话，那就是也能会三界啊，就是会三界，就这是很重要的啊。就希望大家应该对空性的这个功德啊。 就是其实学空性，前一段时间我在外面看那个，巴西大师就是造的一个叫中观报灯论，就是里面就是讲了很多的，他是巴西大师是这个龙摩菩萨、月称菩萨、升天论是、轻辩论是，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印度的大的那些中观的教研呢，全部就汇集成一个叫中观报灯论。我想本来想翻译，但是好像有点多，就是后来里面就这样，就是有个别的一些内容。 对我感受最大的是什么呢？学空性的人呢，一般是中国的外道，就是不能这个损害，就是修空性。我们不是般若这个慧智的话呢，以前那个天和废天作战的时候，也是最后天人这个修空性就做。
就战胜了。所以你们家人如果吵架的话，那就是你就这个用心经来会着别人，安住在空心当中的话呢，就这个不管是谁跟你吵架呢，就是就你能战胜，就是安住在空心当中，你不能生嗔恨心了，生嗔恨心的话那就不行了，就所以。甚至家里生产生痛苦啊，吵架啊，就等等，就是这些现象的话呢，这是我稍微有点开玩笑的内容在里面啊，不是你家人吵架的时候你就开始会这的话，别人更不高兴，对吧？所以确实这个修空心有很多的，就我觉得最大的什么呢？平时这个修空性法门的人呢，就不会有这个生活上和学习上有很大的畏缘啊，就注目为道不能害，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每天的，如果你们实在是其他的空性没有时间修的话，那每天能念一遍这个般若心经呢？般若心经的话其实很简单的啊，就般若心经。就念一分钟都不需要，我试探了一下，我们自在祈祷文的念诵的话呢，一分钟刚好这个能念完，就是，所以，这个，般若心经是更是容易的，就因此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啊，我畏缘大得很啊，就是好痛苦啊，我家里的畏缘、单位的畏缘，这个现在的这个心事的这种畏缘，畏缘重重啊，好痛苦啊。其实修空性的人呢，就是应该在自身当中有很多的这种顺缘，而且即使有一些畏缘出现的话呢，他很快的时间当中会转为道用，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先呢，就是应该修一个空性啊，就是为主，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该得的了，牛梦吧，得东来那接着了，觉得没这个这边接我跟这等，得那咋不得？现在现像得你那样嘛样弄，更是那连的，更是更是那连的呢？今天讲话嘛样讲，今天来上油门吧，得是不是不保养？没得，该得了当学没得那。李金这个嘎啦有的就听这个有的那咋不大嘎啦有的就是东北之乱呢怎么是不怎么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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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样啊现在这样的这就是不得力刚西班治愈那么人呢非常治愈这样就这样咋把这样呢牛毛来像那牛毛来，牛毛来当里那么当徐伯伯当这个到这些中间，大伙的木匠们那么着啊，人呢，里头把这，里头把这些的，那都是把主动把握。该的蓬勃先有那激动就把简单的，该的蓬勃，人们呢，来像那蓬勃参人没本事。如果我是无云的话呢？就变成这个有生灭的法了。如果我跟无云是这个一体的话呢，就是那我不具足无云的法相，就是这个很尖锐的一个推理啊，应该是在十八品的第一个颂字啊，就是说什么如我是无云，我即为生灭，是吧？就是如我亦无云，就是它分开无云的话呢，那么则非什么？则非无蕴相是吧？对，就是意思是，这个是很好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是这个身体是我，如果是我无蕴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身体是有生灭的东西，我也变成有生灭的，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我是永恒的。如果是我和无蕴就分开的话呢，那就是除了就是这个无蕴以外的我是存在的，那么就是我不具足了这个无蕴的相了啊，但这个也不承认，所以。这个一体和他体的这种观察方法，中国里面一意多意呢，有无生意呢，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缘起意呢，等等，就是有很多的中观的这些意呢，就是这些推理的话呢，叫还有金刚吸引，很厉害的这些的，中观多学一点，听说现在很多人想学中观，就是但你们两三天这样的就长期就。不下功夫，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但先定个目标也可以，对吧？先定个小目标，对吧？
先把中管进通了再说吧，对吧？赚一个亿再说。各地彭博都在那阶段这边站等接着，各地彭博前人呐，彭博三年没被人接着，都有那马云呐，都给又不是橄榄接着，都等都给媳妇儿媳妇儿，俺子把俺子俺英子没得接着，俺子俺英子没得干，这样又把马云的俺子俺英子没把跟给通为没通哦，难道学术你到了，都跟娘子呢？你要是能把咱接着讲，你要是能把胳膊上接着，但是变得结实，来当牛毛咋不是？他是来当牛毛，那么多来，带来主办主办呢？东北人的胳膊上接着，到过一江胳膊上接着，到没一江单边接着，上街南边到当呢？到们哥们一江单呢？就不是说东北的，甚至说东北说。马蹄巴当芒格巴，去年的年份上蹄巴松，他们就是养的，大门的养的个马云的捏的，养的个门养的个门的呢，但是上季节端把锅，像那西面的热瓦当，主办他们就毛主板那多没炖，他都没得。但是第二三年多，干了第二天中，哇，第二日第二门，第二这样，马云说了，第二前门，他把门上进去，等过那么久，但把第三节热的，东西马云他都门呢，再把马云呢，他把门呢，做不上去。那么像两头那么在街上上街，那么就一些东北没把东北没的，热不热？到当秋到把就下的，就把我到当中的忙中，但该点点了多接了那，到当中的忙完当那边的那有不人接了，到当熊的忙完吧，该点面那点面的接了，到当中的忙完吧，就到点了多不人接了，那边当忙多不人点你这把有嘛人呢？但是到当中啊，当忙的是。忙活的讲有嘛样呢？人走了，哪能等你去？老板你不弄了，你人主动他们全部说起了，说把了西把了下，门里的人怎么写的？刚就从下位的，你把要把忙的毛总，低呢接得了，得该的低呢，我不我等的，我们低呢，干了有的我不，俺样有的们那低他有的把干了，你的低他把一下的拉都是把九个把我，该的就能见他们。你做把你的经济上错了，这个有哪能知道？错把你的借，该得几张钱那么借？错把你的经济上错了，这个没哪能知道？错把你的借，该得几张钱那么借？错了，这个有哪能错了？我总得有这个那，错把你老总得没得，该得几张钱那么借？错把你们这边那点那么大的钱到讲，人民买聪明点儿，聪明点儿，该得几那么这个到，就是没能搞不然点儿，更先把当。刚刚个别也有等你的，你是你这干的技能这个啦，你嘛先把个不然接着，另个男的鸡巴也这个等你，你没等接着干的做动很几个的这个样的境界，那接些基本些东西些，刚第九班的他那个人接着干的做不成了的这个基本，你那呢这东西呢没把也这个也没的，中国人接着干的进攻这个，那就能更多破人接着什么鸡巴一点，那就是。我们这边的这样呢，这样就，他这边人家个，我们那边人家万一，我们这边这边就是人家的，我们这边当我们这边就那边，那那边那边讲呢，就是接的，就是就是，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刚就接不了些，你能通到吗？通不了，这边接不了没些多，我们这边那边就你。当这个阶段，今天的马基班呢，基班当蓝警车不是，你说呢？那要把马云弄，这个基班起码建对吧？当的基班当蓝警车吧，你说呢？那要把马云弄，这个马基一些吧，马基班当对吧？当蓝警车不是，你说呢？那要把马云弄，车吧要把马云拿，技能这个知道了，技能车吧要把马云拿，技能这个知道了，记得改天今这东北鸡知道了，这个基本是改天这个没东吧，知道这个基本是这个没东基。你说毛泽东搞不了民主，毛泽东在那忙搞不了，马基巴人就说，东北人，东北就是说，经济上讲，东北就是说，搞不了就是东北这样忙搞不了，马基巴人样，他那边就是就当这个经济的那样，他不是民主，而就当这个经济的那样，他不是民主，就当这个经济的那样，他不是民主。
지금 저 진짜 저 제시 지금 저 지금 저 전년나 지금 지금은 좀버는 저 저원이요 나 이는 저 기브를 시든 저원이 매나 이는 저 기브를 시다 기브를 시바 마이나 이는 답을 먼저로 이는 답아 요만나 저 강식 임버는 저 지금 당의 견덕과 조바간 대인나 답기 등이 맞기나 저 저 기브를 시를 대실 조바 시바 매다 좀 십임 저 매든 저 요바 마이나 진지 조바 갈아 요 속득 바 집시할 때라도 집안 일시 바고 집안 종아 매번 여러 한지 요반이 마 예는 좋은 집안 매번 람은 한지 요반이 마 예는 집안 종아 매나는 집다는 요번 여러 때 매번 집안 여러 집안 종아 매번 매 집안 종아 매번 집안 매번 한지 더 저들 요반 여든 여러 최할 때도 뛰치기도 요반이는 마요는 저 집안 매번 집다는 요번 여러 5번 나나 말다가 나의 매번 마요는 저 집안 한지 的 저번 주에 마이너 정화도는 집하다가 통호님도 요든쌤 나 정화도는 집하다가 먹던 느낌 통화연 우봉울의 멀찌에 때 우봉우면 레 멀찌에 우면 우면 멀찌에 때 우면 우울의 멀찌에 오 우봉달의 멀찌에 때 젤리티와 님마연 우다당 젤리티와는 요든먼저들 기어른 길 옛날 우면 传 중간革命会论的 有哪些人 举个说 没必要这么<笑>很多人包括南总技术的<笑>我也看不出应该就这样举知道吗<笑>再举一下 还行不错 这么多人一起回向功德也很大虽然我们学院的开发会大家都可能有点累了但是呢还是努力吧现在是申辩语大家应该精进对吧
Sonun